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各位觀眾，科學新知咧，由佢呢個節目嘅誕生到到依家前後都好多年啦，其實年齡嘅啫，但以前有做過噶嘛，只不過就喺其他，我記得應該喺其他平台啦，咁呢段時間咧，我哋呢個節目其實就喺某啲嘅問題上面，某啲情況之下相當之低調嘅，即係舉個例啦，譬如喺呢個收費表入邊咧，你唔會見到科學新知呢個欄目嘅。咁經過MyRadio 管理層啦，同埋技術人員嘅商量之後咧，咁我哋大家一致決定咧，就科學新知咧就從呢個月開始咧就加入咗呢個收費嘅行列啦。咁呢個收費行列大家唔好誤解啊，就係佢你仍然可以收睇嘅。咁而你覺得你想支持呢個節目嘅話咧，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你可以付出個月費啦。咁好。一個很重要的信息表俾大家知嘅就係陳俊博士喺呢度做咧，從來咧佢都係義務嘅。嚇，咁我都會繼續樂意去義務去幫助啦。咁啊，當然即係運行呢個節目咧，都一定係有佢嘅開銷喺度嘅。咁所以咧，好希望大家咧就真係去支持呢一個節目嚇，而且即係我願意相信咧，科學新知呢個節目咧，都喺雲雲而家香港嘅媒體入邊咧，都比較少係有呢一類可以咁緊貼科學知識，而且亦都可以咧用一個粵語嘅。這個媒介去傳播知識給大家，當然我亦都無論在份內事為大學本身或者科普傳播的工作，我亦都很樂意繼續去義務來去宣講這個科普。是啊，大家要知道就是今時今日香港呢我們的整個社會是很需要這種跨科制的知識的交流，譬如所謂文科傳統的文科和傳統的科學之間要有對話，這個是其一。更加重要的就是整個社會是不要變成科學嘛，是的，要培養對科學的尊重和興趣，是的，我們的社會才得到進步的，所以我們都很希望就是這個節目能夠即係不斷去發展啦，同埋係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鼓勵我哋真係有心機做出嚟一啲，我亦都相信係一啲有質量嘅節目啦。係啊，咁另外即係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哋亦都研究緊咧，就係科學新知咧，可能係出一款 T 恤啦。咁個 T 恤嘅最重要嘅設計咧，就係一條 formula， 一條公式，係嘛？咁條公式咧就要交俾陳俊博士咧去。選擇了，去選擇，不是我去推動啊，是我選擇啫。不是由你去思考出嚟，由你思考出嚟啦。我好驚咧，就係你思考到之後，你唔會喺呢個節目出現。個原因就係因為你已經成為物理學界好著名嘅人物。OK， 咁啊，今日即係我哋講呢樣嘢，就希望大家嚇。係啦，希望大家真係多多去支持，即係呢一個 My Radio 月費計劃嚇，亦都去支持呢一個嘅香港嘅科學嘅聲音嚇。咁、我繼續樂意義務為大家服務。好多謝。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好，翻嚟啦，就头先我哋第一节提到嗰个最新嘅新闻咧，就已经去到184人死啊！就嗰个原来枪手乱枪扫射，你应该系群，即系唔系一个人嘅，应该系你一个人啊？中数嚟嘅啦，中数嚟嘅啦，吓咁我都。即係唔會去懷疑就係同 ISIS 冇關咯嚇，咁亦都係即係印證咗我哋之前嘅講話，就係 ISIS 而家雖然已經係被瓦解啦，但係嗰個恐怖襲擊嘅情況咧就唔會因此減少嘅。碎片化啊嘛，係啊，咁特別係咧我哋都喺之前你都提過啦，大家亦都即係可以根據呢、這個即係去做參考，就係咧雖然而家大家見到喺埃及啦，但係去到12月咧。我幾擔心喺歐洲會有一次大型嘅恐怖襲擊嘅情況啦。所以如果近期啲聽眾要歐遊咧，就真係自己小心少少。係啊，盡量唔好喺一啲人群聚集嘅地方
即係逗留得太久，即係太長時間，同埋咧逗留嘅時間咧係要好小心。因為以呢歐盟呢咁垃圾嘅程度，我真係嗱，大家都應該知道我個立場，我係一個好反歐盟呢啲咁嘅一體化呢啲咁嘅人士。而啲咁垃圾嘅情報咧，加上某啲國家咁優雅嘅傳統咧，佢哋係就算知道咧，都係太遲咯，我覺得。係係啊，咁我喺意大利嗰時都見到咧，就度度都有意大利嘅士兵把守嘅，喺呢啲重要景點啊，重要景點。但係問題咧就係我感覺就係佢哋嗰個數。即人數事實上都相當單薄嘅，幾個咯，嚇幾個加軍車啦，嚇嚇。好，咁我哋講翻呢個中國同非洲之間嘅關係啊。咁非洲近呢排咧，就由於嗰個津巴布韋嘅總統啦，莫加比啦，嗱我唔讀莫加貝啊，我讀莫加比，因為呢個係廣東話嗰、那個嚇。好多㗎，你見紐西蘭咁啊，新西蘭其實嗱，真正嘅讀法係點讀啊？嗯，紐西蘭，紐西蘭，紐西蘭。好多而家香港啲媒體全部新西蘭。嚇。咁唔好理佢啦，咁總之我哋堅持嗰樣嘢得啦。嗱，就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咧，即係中國喺非洲啊嗰個問題，上個禮拜我哋都提過，即係中國而家非洲已經係成一個帝國主義嚟嘅，即係唔係我哋講呢個係非洲人自己有咁嘅感覺，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邊幾個國家咧？咁嗱，今次即係有啲苗頭啦，乍得塞內加爾、烏干達。咁我想問你，其實呢三個國家係咪都有啲？即係重要嘅戰略嘅，即係譬如舉個例啦，譬如石油啊，或者其他呢啲重要嘅金屬嘅。啊咁講啦，乍得烏干達，咁其實烏干達之前我旅遊節目講過，嗯，咁佢一個係尼羅河嘅發源地嚟嘅，嗯，佢沿住。咁另外就其實佢嗰個地理位置咧，佢係屬於東非，但係其實佢係通向西北同南嘅，基本上，即係我覺得佢個地理位置比較怪少少。咁另外你講乍得。其實佢咧，即非洲個國家經歷過戰亂嘅，但係其實呢啲國家啱啱所講咧，佢都係好多呢啲豐富嘅資源啦，包括金屬啦，甚至乎有啲國家有石油。咁其實乍得呢個國家喺經歷過戰亂之後咧，咁相對比佢鄰國嗰個中非共和國好啲嘅，因為中非共和國到今日咧都係打緊內戰。嗯、但係其實非洲啲國家因為佢由即係對比翻中東，佢係好多嘢都未開發嘅。嗯咁所以佢即係仲可能有好多嘢喺入邊揾到，係完全好多人都即係未探索到。嗯、但係近年咧美國嘅埃森啦，即係埃克森啦，係嘛？我叫唔記得個廣東話點讀啊？即係個 shelf 啊嗰啲咧，即係嗰啲石油公司，係英國石油公司啊。咁例如意大利最出名嘅 Gabucci， 佢哋全部紛紛都向呢個非洲係伸出佢嘅嗱，唔知係魔爪啊定係美麗之手啊。咁、嗯、另外日本咧，其實都係有去即係。非洲去做呢啲嘢嘅，咁同大家講講就係咧，非洲而家暫時佢預測到一啲致富咧，預測到咧，佢嘅能源咧係暫時而家揾到嘅石油可以生產大約好似係九萬，佢900幾定9000幾億桶以上，咁甚至佔呢個而家可探索出嚟可以用嘅能源係大約係佔差唔多10%。嗱，我就覺得未必一定話即係好豐富到啊，就好似同呢啲一級嘅石油輸出國比啊，譬如伊朗啊、山地。佢都未做到石油輸出。唔係，但係問題就係、是，唔好嚟山大找埋個茬先。嗰啲大份嗰啲咧，就神總美國佬已經攝曬位㗎啦。嗰啲唔係啊，唯一你可以傾嘅嘢就伊朗嘅啫。但係其他呢啲，喂，可能而家少一，將來可能多㗎嘛。起碼碼住先。係嘛？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其實即係大家喺香港已經見到噶啦。有錢啊嘛，乜嘢都買咯啊！你呢個大廈買多幾棟係嘛？呢啲麥當勞收購你，呢個第一樣嘢做收購俾錢。但係呢個收購本身唔可以單純以呢、這個即係正常嘅商業運動去收購，因為好嘥時間，同埋可能遇到啲法律問題。所以台底要俾錢。咁呢個好簡單啫，非洲。你買到嗰啲官員就搞掂噶啦。啊，即係大家知道就係，即係非洲入境咁，可能你個 visa 有少少問題。嗯。如果當地係有人物關係，你去過未啊？你我經過埃及轉機咯。埃及轉機都唔算嘅。但係我喺開羅行咗一日咯。嚇、啊，都唔算嘅，嗰啲佢稍微正常少少啦。我其實我自己覺得埃及喺非洲嚟講，佢係一個另類嘅地方。係啊。甚至我覺得你不如將佢掉落去中東仲好。係啊。因為佢同其他北非國家一嚟都有都唔同嘅，完全唔同。我覺得甚至乎成個北非呢啲利比亞、埃及利亞咧，你唔該你都唔好再代非洲國家，因為佢人種啊、文化都唔同。你去到邊咧？過咗撒哈拉以南，
尼羅河過咗蘇丹落去，嗰啲即係黑人啦，非洲人。咁所以就但係咧，同大家講就係其實喺啱啱我講啲國家咧，佢嘅石油資源都好豐富，甚至乎成個非洲啊，嗱，包括剛果最出名以前 iPhone 咧，大家知道 iPhone 某一種金屬咧係。是好像是剛果獨有獨有，所以佢當地啲軍閥為咗呢啲嘢咧，佢係滅村啊，乜都做得出嘅。咁另外仲同大家講下咧，其實美國或者係啲歐洲國家最中意喺邊啲非洲國家去揾咧，係喺太平洋沿太平洋大西洋嗰一攤。咁係例如嗰啲加納啊，嗰啲西非國家咧，咁即係大約係嗰個叫咩啊？仲有塞拉利昂嗰一堆嗰啲咧，其實佢係喺海邊係揾到好多啲石油嘅。咁其實你諗下，佢運去歐洲，其實運去美國咧，其實係比較方便啲嘅。咁如果中國你要涉足咧，你一定要近翻嚟邊度咧？東非啦。嗱，所以點解近年你見到中國對東非個投資係好大嘅？即係對比其他地方。即係埃塞俄比亞嗰頭啦。係啊，冇錯。咁我哋都喺其他節目講過啦，埃塞俄比亞近年嗰個經濟發展相當之迅速啦，咁啊，如果大家要揾路數嘅，可能埃塞比亞都係一個可以考慮嘅地方嚟。唔好就話成日都好似廿幾年前饑荒都講人哋個發展程度好強，因為嗰邊啲人有錢到我自己，我認識一個埃塞比亞同學嘅，咁佢以前我讀書嘅時候，佢就一個有錢到係你可以話富二代嚟嘅，咁佢都俾過我睇佢自己嗰個首都嗰啲相咧，你係完全覺得呢個非洲嚟嘅。即係石屎路啊，好乾淨啊，咁樣嗰啲咯。嗱咁頭先我哋提到嗰個就係啦，而家要去買咗呢啲地方，買唔到嘅援助。但係呢個就同以前嗰個情況咧有頗大分別。其實以前咧六十年代咧，有一條好出名嘅鐵路叫坦讚鐵路啊，即係坦桑尼亞同埋讚比亞。坦桑尼亞同埋讚比亞。嗰條鐵路係中國即係派人去起嘅。咁而且聽講死咗人添啊，死咗好多人添啊！肯定啦，嗰邊嘅地理位置係其實都好，你唔好以為平原嗰啲，因為嗰邊嗰個係多點講，即係佢個處於個嗰間係東非大裂谷嗰一攤，嗰啲地理好險要嘅，好險要嘅其實。嗱咁當其時嗰個做法咧，不計成本，純粹以同你建立一個政治關係。咁呢支歌仔係冇得唱你㗎，即係如果做得即係喺個九十年代嚇嗰陣時候咧，基本上都睇唔起你班人。但是呢個早期在毛澤東的時代去發展所謂第三世界嗰個友好的外交關係咧，卒之導致咗咧幫到咧中共咧取代咗台灣，即係中華民國個位置進入咗聯合國。仲有啲香港嗰、那個即係喺殖民地嗰個問題嗰度。係啊，係啊，都係因為得呢班即係非洲朋友啫嘛，多啲啊。咁但係而家嗰個情況就唔同啦。而家咧唔係想講政治嘅。關係係純粹一樣嘢，就係你幫唔幫到手。如果你幫到手嘅，俾多幾多錢都俾你，幫你起埋碼頭，幫你起埋鐵路，起埋高鐵。幫唔到手嗰啲，根本就唔使睇啦。嗱，好簡單，也門嗰啲又唔會睇噶啦。變到咁樣樣嘢，因為好地地嘅國家，其實呢個國家好，如果佢發展得好好嘅。係啊，但係咧有戰略價值嗰啲咧，就老虎都走去鉗住你，鉗住你係嘛？同埋咧，而家中國喺非洲嘅僑民都相當之多。多華僑啦，嗱，大家要搞清楚咧，有好多香港人啦，包括或者係即係鄰近地區啲聽眾咧，佢哋會將華人同華僑呢個字概念搞唔清。嗱，華人咧基本上就係佢入咗籍啦，或者係喺當地出世，佢係攞住嗰邊嘅 passport 嗰啲，咁佢係冇中國國籍嘅，咁嗰啲叫華人。咁華僑就係嗰啲咩咧？僑居喺外國。做生意啦，做生意啦，讀書啦，係啊，讀書啊，攞住居留證或者係嗰度做嘢係啦。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有所謂可能係中華民國嘅 passport 啦，或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passport 啦。咁佢哋嗰啲可以叫佢做華僑嘅。咁嗰啲人本身如果喺呢個中共角度嚟講，可以發展同影響當地政治嘅一個籌碼，籌碼係冇錯。係嘛？咁啊好多呢啲咁樣嘅，但問題就係你去得做得多，做得太狼嘅話咧。就會引起人反感啦。咁但係非洲係一個即係唔同歐洲嘅地方啊，你好多嘢明目張膽，你都可以做一排嘅。舉個例，譬如話，你中意嗰個政府嗰度嘅政府邊個做即係統治者咁都得㗎。居民咧，這個 CNN 有一個咁嘅報導嘅，大家知道咧，而家津巴布韋咧，咪即係嗰個九啊幾歲嘅總統啊莫加比，咁就落台啦。咁有即係之前有所謂和平權力
嘅轉移噶嘛，咁實質係實質軍事政變噶嘛，就有個講法就係、是，其實嗰班要去軍事政變嗰班人咧，就問過北京先，即係做唔做呢單嘢啊？唔好話問過，應該個即係比較寬鬆啲講就係、是、曾經同北京商談過呢件事，先至去發動呢樣嘢。你喺邊度睇 CNN？ CNN 啊，咁嗰個報導我哋唔需要話去確認或者去質疑，但係。如果話呢啲軍人佢要即係保證佢自己日後喺呢個莫加比之後繼續得到某一啲利益嘅，咁要傾呢件事，我覺得就唔係太難理解。即係好簡單，你付出梗係想有成收穫噶嘛？你唔會啲軍人話：，哎，我為國家係咩？我覺得一定唔會咯。喺非洲，喺非洲，喺非洲，喺非洲。甚至全世界都係，我唔覺得會發生啲咁嘅嘢。因為我唔係以前小朋友啊，以前小朋友覺得啊好正義啊，睇美國人好正義。而家我一定唔會。係啊，咁講開呢、這個即係軍事嘅政變，咁而家當然好似上個禮拜我哋都即係斬釘截鐵咁講啦，佢一定落㗎啦。咁但係新嘅上嚟係咪話可以改變咗個情況？你心咁著弱咧，我哋一貫悲觀嘅。即係呢個新嘅上嚟，唔好簡單。你睇翻之前其他啲地方一換，即係個所謂嘅長期嘅traitor、落台，好似卡達菲，好似係也門，咁甚至乎敍利亞、特尼西亞啦、特尼西亞呢啲，嗱特尼西亞稍好啲之外咧，其他啲冚唪唥撲曬街。咁你諗下啦，呢一個落，仲有敍利亞打內戰啦，打咁多年都未停啦，都未停添。咁後塞恩倒台之後，伊拉克啦，跟住即係你見到呢啲國家全部都係同一個下場嘅。係啊。咁你覺得津巴布韋會唔會獨身即係獨善其獨善其身咧？嗱，呢個講法唔係話咧，就佢唔值得推翻啊，就兩件事嚟嘅。佢推翻呢個就係大家都係頂佢唔順啦，咁樣。但係問題就係頂佢唔順之後，新嚟嗰班又點樣咧？咁樣咁以根據即係呢個非洲傳統嘅歷史咧，就都冇乜，都唔會有徹底嘅改善嘅。你只能啲人期望就改善少少啦。咁但係我哋即係講過話啊，佢而家走去買呢啲。買起個當地嗰啲資源，買起即係啲基建，甚至買起個政府，咁啊唔係一個十全十美方法咧？咁啊未必係喎。嗱，舉個例子，譬如委內瑞拉咁樣，咁呢件呢個即係繼啊查韋斯之後嚇，即係搞到成個委內瑞拉立立亂嗰啲，佢企唔起得耐咧，佢係借咗好多錢嘅中國。咁啊借咗之後，如果佢倒台嘅話，下一個上嚟。認唔認數先？下一個上嚟，你係咪重新再賣過去先？即係有時即係所以好簡單現實生活，但係你借錢俾人咧，你都要小心諗啲啦。佢突然又唔認數，或者佢會唔係唔好話唔認數，即係佢冇心還咁樣係咪啊？或者冇能力根本就係，或者佢。即係有一個做法就係你借多啲俾我啦，我就即係鬆動啲再還俾你啦，咁樣即係不斷滾存呢樣嘢啦嚇。咁但係喺非洲就真係有咁嘅情況喎。嗱，非洲咧嗱，你而家雖然話即係啊呢個津巴布韋好聽你講啫，咁但係再嚟多鑊，又或者第一國家咁跟住佢唔認數咁點咧咁樣？冇得點啊！啊點啊？倒落大海啦！係啊，其實佢即係佢用嘅有啲人啊咁樣。評價即係中國對於呢個非洲啲援助，其實佢哋覺得咧，擺明刀尖落海啦。但係咧，為咗就係即係某啲戰略性嘅目的，因為嗰筆錢其實如果用喺佢國內做扶貧咧，其實係真係可以惠及到佢自己所謂好多國民嘅。咁啊，用呢筆錢去做呢樣嘢，咁嘅目的就係第一，佢想籠絡多啲國家。咁因為始終外交咧，你冇錢或者冇啲相關即係互惠利益咧，係冇辦法建成嘅。OK。咁另外咧，佢都想希望將所謂嘅自己嘅某啲嘢去傳開去。咁因為其實近年都多咗中國人去學，唔係多咗。但係呢個你肯話傳開去呢個咧，其實頭先我講嗰個六十年代嗰度咧就漏講一樣嘢嘅。當其時去做呢樣嘢咧，所謂政治嘅關係咧，就宣傳呢個毛澤東思想。第三世界理論就抗衡啊美蘇兩國喺其他國家嗰個霸權嘅地位，即係話你。一係親蘇，一係親美，唔係我嚟過嚟，你親中，係嘛？喺呢兩個即係所謂呢、這個自由陣營同埋共產主義陣營之外，仲有一個有另外一個選擇，係嘛？咁當然揀人唔係太多啦，咁但係起碼喂都別輸一次啊嘛！而家就冇咗呢種意識形態啦，
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啊，捷古華拉啊，或者咩咁啊嚇，即係毛澤東思想啊，個個居住本無語錄。資源而家係純粹錢嘅問題。你既然係錢嘅問題咧，係好反覆嘅。今日可以係，聽日可以唔係。好簡單啊！因為有本書我都睇過，有一句説話好經典，就係話喺過去個世紀或者之前幾個世紀，人類嘅衝突都係因為一樣嘢 ideology 意識形態嚟到展開，包括一次世界大戰啦。這些咁嘅種族之間啦，甚至你數到近期嘅南斯拉夫內戰，但佢預言過咧，21世紀嘅衝突咧，唔會再係啲什麼意識形態啊呢啲，因為人類經過全球化呢樣嘢，反而就係在於台長啱啱所講利益，就呢啲嘢上面。所以石為石油而打就係恆久嘅一個咩㗎啦，一個咩啦，所以人口爆炸啦。係啦，所以中國咧而家推行嗰種咁嘅即係金錢外交咧，到適當時間咧係要反省下嘅，因為咧。你做得過火的時候就會反彈的，日本也有做的，即每個國家都有做金錢，日本就包裝比較好，日本會做多少 NGO 的工作的，是的，即是當然他說到尾他都是為了即是 去擴大個影響力，但就不像得中共那麼急功近利，即現在是差不多要買起整個政府，很簡單，日本人就是那個民族性格是一個很有耐性，循序漸進，但說真的，中國有一個性格，即中國人的性格就是不好，就是什麼呢，急，即係你好簡單，你見啲平時你可能你去過羅湖橋以北嘅，搭過地鐵就知啦。明明日啦，慢慢上車，係要向前逼你，或者有時香港你都見到呢啲問題。係因為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冇錯。嗱好啦，我哋剩翻少時間就講講呢個北韓嗰單嘢啊。北韓嗰單嘢咧就係、是、即係其實都唔係新嘢噶啦，就係、是、個士兵咧就喺呢、這個應該係板門店係咪？係啊，板門中。板門店嗰度咧就走過去，咁咧就直情去拍戲咁樣嘅。生死時速。生死時速咁樣。北韓版呢、這個。咁咧就佢亦都身體上邊咧發現咗好多嘅寄生蟲啦，即係嗰、那個長度都相啲得人驚嘅。咁嗱呢個咧我哋就唔需要講個新聞，因為已經過。但係問題就係、是、你要從個新聞去一個人佢走去，你問一個問題就係佢嘅情況反唔反映到而家北韓入邊軍隊嘅情況整體嘅情況，同埋軍隊，你講埋你講埋 ，sorry 啊，同埋成個喺呢個冬天嘅時候。怎樣去捱過一個嚴寒的即係氣温？先不講冬天，不如講講北韓嗰、那個佢個國家嗰個分配制度，因為佢係一個好徹底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咁中國都冇行到呢樣嘢噶。咁好啦，北韓係一個先軍社會嚟嘅。先軍後政。先軍後政即係點咧？軍人係最重要嘅。只要你喺街著住一套軍服，你就係一個榮譽。甚至乎你獲得國家的供給，包括房屋、食物，一定有得食，一定有得食先。好啦，而家你咁樣發現呢一班係板門店嘅軍人咧，嗱板門店應該係前線嚟嘅，即係話換言之，即係嗰班人應該其他人冇得食到，呢班人一定有得食㗎，最精鋭。好啦，個問題嚟啦，如果你諗下一樣嘢，最精鋭嘅人、最 top 嘅人喺呢個前線啊，佢都發現即係個身體哇咁多呢啲嘅話，咁你諗下入到去。平壤以郊區嘅新義州嘅風溪里呢啲地方嘅人，佢哋嘅飲食可能係好得人驚，即係呢啲係呢個國家係徹底封鎖，你冇辦法去見到。呢段片係有賴而家高科技，佢係喺南韓嗰邊嘅 camera 影到過去，影到咁遠啊！係啊，影到咁遠影嗱，佢咧揸一個人揸住吉普車，就直衝過曬啲 checkpoint， 跟住咧佢最後中咗槍嘅。咁點解最後發現咗寄生蟲？就因為佢中槍，醫生幫佢做手術嘅時候咧，就咁亦都揾到出嚟。嗱，呢個寄生蟲好重要，因為點解咧？以前其實係有嗰啲所謂假嘅變節者噶嘛。係啊，個真咁呢個佬應該唔假啦，因為唔假啦，有寄生蟲喺度。食得完全得唔好啊！基本上你諗下，嗱，你軍人都係咁樣樣，先軍社會嘅國家都咁，即係呢班軍人係最基本上就僅次於嗰班所謂嘅領導層，都食到咁平民咧，甚至你諗下。在那些咁嘅收容所啊，係咪我叫做嗰啲地方的人咧，係完全我覺得係冇辦法用言語形容佢哋嘅慘況。咁所以如果你話發展嘅情況咁樣，咁呢個政權咧，佢透過啲咩去維繫，仲可以支撐幾耐咧？呢個即係大家可以心裏有數咯。嗱，冬天其實對佢哋嚟講，每一年都係最艱苦嘅時期。因為始終佢哋嗱，佢最慘嗰次就係咩咧？如果大家記得有一年咧，就係以前嗰、那個有個。中共有一個書總理係嘛？温家寶咧，佢當時咪去過呢個朝鮮去即係訪問嘅。
咁又有參觀佢當地啲農作物，咁啊佢就摸住啲農作物咧，佢就好即係我覺得喺外交上面好少見到咁直接噶。有病啊！有病啊！全部有病啊！唔食得噶呢啲。嗱，諗下嗰下你係完全刮咗北韓一巴。即係你話到明，喂，你做 show 最好睇嘅嗰啲農作物都咁嘅情況。咁你唔做 show 咧，嗰啲咪更加恐怖。所以呢啲你睇得出就係呢個人已經反映咗俾你聽，而家北韓嗰個入邊嘅內部係出現咗啲咩情況咯。係啊，唔係片面㗎。咁但係你即係呢個情況又唔係話一朝一夕嘅，個問題就係你點解一個國家一個政權可以咁做法，啲人民都唔反抗啊，都死死頂死頂落去啊？這個就百思不得其解。有時候可以解下，這個就係漢文化圈入邊嘅問題。儒家思想可以咁講嗱，漢文化圈個問題就係、是、包括邊幾個國家啦，日本、韓國、朝鮮、中國嗱，你港澳地區都係啦，甚至乎你馬來西亞用漢文化啲地方，包括埋越南、台灣。你留意一下當地的政治社會面貌啊發展咧，有個共通點嘅，好難有大變化，同埋啲人好中意忍，係中意忍，好中意忍。日本人忍得好勁，跟住韓國人都係，即係韓國嘅嗰個overtime 嗰個 labor 咧係勁過香港 M 倍添嘅。跟住好啦，你朝鮮你忍到咁樣樣都係唔會反嘅，咁係咁噶啦，因為點解漢文化咯。咁但係我又唔相信咧，即係個個都係超人嚟嘅，去到某一個情況都好似佢咁走咯，都要走嘅。但佢累死屋企人。我諗佢都係頂唔順㗎啦，即係佢都唔係話一時衝動去諗嘅，即係去做呢樣嘢啦。因為做得呢樣嘢，有前科㗎嘛，係嘛？嗰啲人即係佢身邊嘅人，佢跟住受到啲咩虐待，咁大家知道㗎嘛？全部清算嘅。清算㗎嘛嚇，咁佢都做呢樣嘢啦，咁證明即係佢真係頂唔順咯。所以 我就覺得從這個例子呢個別的例子呢，如果將來再發生多幾單呢，我就應該覺得看這個政權本身已經即岌岌可危，不撐得幾耐。但問題就是你現在有一個所謂核彈樣甚至輕彈，前一陣子又說那個試爆的山頭都倒了下來，甚至乎即那個核輻射有機會、那個、擴散到在中國的東北地方嘛。你中國就即中共這個政就繼續去養虎為患，即去容許這個政權繼續這樣作惡，我相信到尾呢，如果這個政權倒台的時候呢，其中一個受苦都是中國的自己，似人民咯，自己會食，即係會享，會自即係會享受翻呢一，即係會受翻呢一個咁嘅後果。譬如難民嘅問題，係嘛？戰禍嘅問題。咁所以我講呢段歷史咧，其實我就想只係想講一樣嘢，就係而家呢個即係北韓嘅政府咧，基本上已經天怒人怨嘅啦。你即係仲擁有核，即係一個咁大殺傷力嘅武器，你仲俾佢喺度為非作歹，害的就不單止是朝鮮半島的人，甚至個中國的東北的人民呢，有朝一日都會被他拖落水。所以即不要說因為這個即中韓的友誼或者想有一個緩衝區 而繼續做一些外交上愚蠢的決定咯。不是對，還要算，所以我講到尾一件事就是什麼呢，你真係聽 Donald Trump 講啦，搞掂呢條肥仔佢。呢個我覺得係咁，甚至嚟緊港隊咧都要去朝鮮嗰度踢一場亞洲杯最後一場比賽。要去平壤做。咁冇得去國歌噶咯喎。冇啊，咁你睇點咯？因為嗰度鄉親就唔係人咁笨嘅。見咗咁同埋都講埋啦，北韓係好少有啲真係好大型或者高調嘅外交場合或者外交嘅啲即係活動。咁近期竟然是他跟古巴有一個非常高調的一個即係部長級的見面，很簡單啫。呢個因為大家仲係覺得係同聲同氣嘛，咁但係兩個其實意識形態都不相同嘅，唔同啦，完全唔同啦。但係即係做即係你做樣，即係卡斯特羅嗰套同埋金日成嗰套，其實就兩個不同的體系嚟噶嘛。甚至乎我覺得北韓自己係根本喺呢個世界上得翻佢一個。但我解釋點解會咁樣咧，因為佢覺得大家都反美，其實。古巴咧就應酬下你啦嚇嚇嚇，古巴遲啲都唔反美噶啦，古巴都要為自己嗰個經濟發展而着想噶嘛，所以我有個估計噶，古巴咧喺五年之內咧，佢會發展旅遊業。嗱，其實古巴旅遊業不嬲都積極發展旅遊業，
出發。十年之內會發展賭場業。嗱，佢嘅地理位置非常之好嘅。曾經何時係賭場嚟㗎嘛？你有冇睇？你有睇教父，你就知啦。甚至你再翻去睇《教皇海時代》嗰段時間，佢喺西班牙嗰個加勒比海係最重要嘅根據點嚟嘅。咁但係你話今日你話啊，仲去即係嘗試喺外交上突圍，去揾古巴呢啲咧，我都好搞笑。即係你都係仲係生活喺二十世紀咯，係唔係你揾古巴係咩意思咧？即係我覺得完全，我覺得係冇真正太大上意。反而我唔明喎，今次中共即係中共俾個善意俾你，佢派咗個特使，雖然唔係話佢平時高級嘅，比較低一級去同你即係做一個例牌嘅一個。活動啦，因為十九大，佢要支援聲你嚇，支援聲你。你結果你對佢中國嘅態度係極度冷淡。點冷淡法？唔送機。嗱，往時咧，佢哋會即係個北韓嗰個最高領導人會接見佢嘅。嗯，今次唔見。係冇公布。以前仲要打機輪添喎。係打下機輪就哇，唔係攬㗎，要攬住食嘴嘴啊，好蘇維埃式擁抱啊。蘇維埃式擁抱啦。咁而家梗係冇啦，而家嚇。咁你如果你係咁，你做咩仲要睇住呢條肥仔啫？唔係，佢而家根本就係好似你個班入邊咧。以前你用一個例子諗就得啦。我哋以前讀書，班入邊硬係有條友咧，佢就係同所有人都唔夾嘅。但係明明佢係有問題嘅，跟住佢又覺得自己冇問題，成日話屌你，我攞擦紙巾掉你啊乜乜。唔係，你講呢樣嘢，原來香港而家係咁喎。哦，真呢個真。而且聽講話咧。是個校長係要求啲先生由佢哋喎。點解？好簡單一樣嘢啫。因為學校咧，香港呢啲學校就咁嘅。無論你名校咩，特別係名校，校譽好緊要噶嘛。即係出咗單嘢之後咧，就覺得自己好魚皮啦，係嘛？咁但係呢樣嘢就好似而家呢個，即係中國對北韓咁啊，就係姑息養奸，養虎為患。好啦，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啦，拜拜。